女朋友问我谈过几个女朋友。怎么在这等我呀？来亲一个。干嘛？都在一起了不让亲？你问那个问题好不好？问完就可以亲。那你先回答。你问。你谈过几个女朋友？就谈过你一个啊！你是我初恋呀，我还谈过几个？你骗人！初恋怎么可能是我？没骗你，真的。是不是对每个女生？你是不是对每个女生都这么说？你当过什么人啊？我怎么会呢？到底谈过几个？你认真的呀？那我认真谈的就只有你。那不认真的呢？不认真的，十一二个嘛。啊，你谈过几个？只一个。啊？你干嘛去呀？你怎么还往外走了？回家。你回家干嘛？咱们不是出来吃饭，你丢我一个人在这儿。你都那么多个了，你想干嘛干嘛呗。这十一二个多吗？十一二个还不多啊，你再努努力，凑五十六个民族呗。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就觉得我现在受的伤害不够多吧？什么伤害啊？你知道我为了遇见你玩命谈恋爱，结果谈一个不是你，谈一个还不是你。哎，你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受多少伤害吗？你知道吗？哎，你呢？你运气好啊，你随便谈一个就遇到我了，你什么痛苦什么伤害都不用遇到。现在倒好，你因为我对你付出你还生气了，有这个道理吗？没生气啊？那你就没办法跟我感同身受了。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你才能明白。那你就要回家，你回吧。那我自己先走了。对不起嘛，我以后不问这个问题了，不要生气好不好？已经将你